哇，姑，我天天逛是不是啊？是你等等的呢，连爸爸把你外婆那么严呢，那个连他小时候到现在呀，他还会哭啊，他不习惯。现在啊，以前回西安啊，他有文件，哭啊，妹妹哭，妈妈也哭，两个都哭。对啊，没有，我都没有哭，我生好了，我带回去妈妈哭到现在呀。 没有，我到那根根啊，没剪好，他也是叫我要现在慢慢教他懂这边，慢慢教，不能怎么办？讲话讲不沟通很难教啊。我去上班，他们在家里很难沟通啊。啊，有时候啊，会打电话问我，他干嘛干嘛，现在很难沟通，不知道怎么办。